站威胁是接到球之后重心要放低然后再去转，但这个延迟性的脚步是守者已经整个追上来，那我的防守者的左后方是一个空档，那他一定要沉退，那所以我要试试看他到底沉不沉退，不退不退我已经是空档，但是为了我可以更确保我的空档更大，所以我要把防守者再骗出去。好、哦、对，你再试一次好了，我再试试所以我卡球，所以我刚慢动作拆解是慢动作撤，没有撤成功撤，那我发现你没有动的时候我就会你就会发现我没有动，你就再骗我一个左边，所以我的慢动作是蹦蹦，我有差、不是这一个不是这个，是蹦，我画了一个这个